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的地方事务。这次台湾地区两项选举的结果显示，民进党并不能代表岛内主流民意，选举结果撼动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和事实，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，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。我们将毫不动摇坚持倾向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，顺应两岸同胞要和平、要发展、要交流、要合作的共同愿望，坚定不移反对台独，维护和平，扩大交流，促进合作，深化融合，推进统一。